小朋友们好，这天熊大熊二来树屋玩。熊大还要听音乐。哪里有音乐啊？哈哈哈，熊大还不知道呢。在这儿。熊二，音乐也听完了，咱们去玩点别的吧。好啊，这里好玩的太多了，俺都不知道玩什么好了，嘿嘿嘿。俺喜欢玩秋千。那俺去玩滑梯好了。哈哈哈哈。嘿嘿，熊二好好玩啊，哈哈哈，熊二来玩滑滑梯。哎，那不是光头强吗？光头强，光头强，快来一起玩啊！光头强，俺滑下来找你了。熊大熊二也在这儿，真是冤家路窄，俺要想个办法戏弄戏弄他们，嘿嘿嘿，谁叫他们老是跟俺作对呢。熊大熊二来城堡玩，这边还有非常好玩的滑索呢。哪有滑索？俺要玩，俺要玩，俺也要玩，俺也要玩。那熊二，你先玩吧。太好了，熊二又爬上来了。熊二，滑索很高，要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，熊大。嘿嘿嘿，滑索真是太好玩了。熊二坐了上去，开始往下滑。好高！城堡这边的光头强打了一个坏主意，他用力的摇着旗杆，晃晃晃，哎呀，不好了，绳子断了。熊二顺着绳索就摔下来了。怎么回事？熊大急忙赶了过来。熊二，你不要紧吧？俺叫你注意安全的，你怎么掉下来了？哎呦，俺的老腰，俺的屁股，都怪光头强，都是光头强搞的鬼。俺看见他一直在那儿晃旗杆，所以绳索就被他晃断了。啊，这可恶的光头强！光头强，你想要把熊二摔死吗？你敢下来？嘿嘿嘿，俺就不下去，有本事你上来啊。怎么上去呀、熊二？绳索断了，也只能走大门了。啊，还有大门呢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不好不好，快跑快跑！
光头强来开门，正好被熊大熊二堵在门口。嘿嘿嘿，光头强这次跑不掉了吧。哼，快赶出来，饶命啊饶命啊，俺不是故意的。光头强别跑，站住。熊大熊二过来就是给光头强一顿拳打脚踢。啊啊，别打了别打了，熊大熊二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小故事就讲到这里啦，喜欢记得关注订阅哦，拜拜。